그 누구죠? 또 이 양반. 그거 좋아한 부분들. 我想说，希望看能不能调整说，伙伴可以自己放毒吧。ベンデルに住む美少女シャルロットデジ。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看直接像我之前那样好，靠谁？夏绿蒂、丽丝，还有霍克艾，哇，翻译是完全一样的。俺はナバールのシーフ、ホークアイ。像王国之心啊，他的画风，不过背景我觉得还算 OK。安安娜 ，Hello， 欢迎来收看呢、啊。爸爸妈妈，どこ行くの？没办法。待って、行かないで。还有地图哎。爸爸妈妈，不过这边还算。OK 啊，他一开始就是描述了主角的生活状况，好像我超任版的是玩到后面才会爆发出来哦，画面差好多，1995跟2020差25年，当然差好多、啊。不过我好像超任版是直接不发哦，然后这边就变成是。那个游戏的剧情，它有选择，你可以选择怀旧版跟那个新版。大家一定都是用那个新版，对不对？那我就用怀旧版。啊，西斯，シャルロット，大丈夫か？你怎么长这么年轻？そうかい。どこか怪我でもしたのかと思ってびっくりしたよ。いつもの元気なシャルロットのようだね。アデュー。原来他这么年轻吗？原来夏绿蒂会那么在意他。超熟悉的。サイ様。シャルロットのことでちょっと。おお、ヒース。わしの孫、シャルロットがどうしたんじゃ。最近、あまり元気がない様子。まだ幼く見えるとはいえ、エルフの血を引く15歳。例の現象を敏感に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うか。見たまえ、ヒース。マナの女神像が涙を流しておる。そして昨夜の湖の上に現れた光。ええ、夜中だというのにまるで昼間のようなまばゆい光でした。あれは、わからない。じゃが最近のマナの変動と何か関係があるはずじゃ。アストリア。光は対岸のアストリアの村の方に消えた。すまぬが言って。調べてきてはくれぬか。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それにジャゾの方からも邪悪な気配を感じます。念のため滝の洞窟には外部の者がウェンデルに入れぬよう結界を張っておきましょう。
他是送魔脸世界，他也不是送冰原。もし危ないものだったらヒースが大変でっち。あたちが守ってあげなくちゃ。それじゃ早速ここを出るでっち。太好了，有小心。这真的是对那个路痴的玩家最大的福音啊！真是超棒的。蛮有趣的、啊，主线提示，对，还有主线提示，非常棒。我们先来到处逛一逛。哎，有衣柜，不能打开呀、啊，穿的是个井，什么都不是。跳！哎，等一下，等一下，他这边不能跳下去。安安娜，哈啦，欢迎来收看呢、啊。该怎么说呢？原来是说像那个重制版《生化危机》那一样嘛。シャルロットさん、行けません。今日は神殿の中にいてください。毕竟人家是那个罗。ヒースを助けに行くんでち。意地悪な親父でち。別の場所から出てやるでち。他的脸是非常有那种 Q 版，就感觉说他就是以像王国之心啊，王国之心，圣剑士的视角让你想到圣剑士。不过我们相信啊，相信他不会像圣剑士一样六路。シャルロットさん、ミックを男と見込んで相談でち。シャルロットをアストリアまで連れてってちょ。アストリアまで行きたいって？無理ですよ。途中の滝の洞窟には怖いモンスターがいっぱいいるから。大人たちみたいに魔法が使えないと。まあ失礼なが緊張でちね。こう見えてもシャルロットはあんたみたいな本当のガキンチョと違って花も恥じらう15歳。ただ成長が普通の人よりちょっこっと遅いだけでち。年上のお姉様の言うことが聞けないんですか？お仕置きでち。わかりましたよ。じゃあ今夜2階のテラスに来てください。とっておきの秘密の方法を試してみましょう。することないから夜までお昼寝するでち。あ、太好了、太好了。一样有暂停的功能。玩最难的、欸、目前看起来算 OK 啊，至少像是重置版一样。我同伴一样，我同伴选那个丽丝跟那个霍克艾，希望不要像那个 AI 啊，电脑就待在原地，然后不打，然后在旁边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然后我被打。好像之前玩超人版是这样。二楼阳台，接下来就看他的战斗系统，战斗系统怎么样？不用机器耶，不用机器也可以撞。哦，太好了，太好了。应该说，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遇到新同伴，还算 OK 啦。去一张就让你三个一起，点 IQ 版的。我也觉得说，我主角可以换这个小男孩嘛。
ハロー、こっちこっち。はい、よろよろ。さあ、探っててください。これを誰にも見つからないように用意するのは大変なことですから。じゃーん、これはパネクジャコと言ってですね、超すげえジャンプができるんですよ。どこで手に入れたかは秘密。 生意気言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ちぃ。こんなもんでどうしようってんでちか。 これを使えば大人たちに見つからずにアストリアまであっという間に行けるはずです。さあ、急いで。見つかったら大目玉食らっちゃいますよ。夏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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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有牙齿哎，弹簧怪他有牙齿哎，打我两次就挂了。现在已经大家都在实况那个恶灵古堡三重置，吹击者有那么恐怖吗？祭司，啊，呀，这可怜的祭司啊！我就讲，大丈夫？我想过几天啊，你看马上又出一大堆《圣剑传说三》的本。しょうがないな。祭司跟那个女魔法师真是。是他一直都很威的，不会啊。后面那个我记得最后不是用电磁炮把他打死吗？那时候啊，推电磁推进去，然后把他干掉。我的超人版是第一个同伴是霍克艾。目が覚めたよね。那我这次我用利斯。もう大丈夫。ここはアストリアの宿やよ。四万版感觉打不死最低。ごめんちゃい。有人用小刀吗？小刀挑战过。帰ったらお仕置きです。じゃあ、刚真的蛮吓人的。私はヨガへから行くね。今夜はもう遅いから、お嬢ちゃんはこのままここで休んでいきなさい。昨日の晩は親切な人に会って助かりました。你要去找谁？我是在伊拉雷马加，早点去。这次的回避真的很重要，已经不再是装备打天下。OK， 了解。话说，盆栽，我能够不能跳进去？我可以打你吗？いらっしゃい。いらっしゃい。好像那个哦，以前那个 RPG 还是那种日本游戏啊，然后进去店里面，赤道啊，赤道对对，进去店里面他可以做其他事哎，所以，哦，你一说那个哦，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圣剑传说三，哇，而三，我当初三原版的我就很难闪。那个小刀那个击击啊，闪避很好用。我闪一闪，我都被追击者这样抓起来揍。啊，这一次你们说闪避很重要，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前途一片迷茫。会把我连到死，我基本上现在就可以把我连到死。旁边的白色框框一看就知道。那我可以跳下去吗？不行。啊，可以。可以当几次就习惯，又不是玩那个黑暗灵魂。突然发现一件事，快两块的，我花时间在干什么？爱心的标志，音乐有点大声。我看一下哦，游戏设定。你说音效还必须？那就这样吧。这样 OK 吗？这样 OK 吗？
当然知道啊。他说金马娜女神像跟那个银马娜女神像。哇，这是真的进步很大。有小弟、啊、然后呢还有那个主线仪式，真的赞，真的赞。对一个身为一个路痴来说，这完全是非常必要的事情。阿拉伯商人，哎、欸，等一下，阿拉伯商人为什么长这样？いらっしゃい、いい商品揃えてるよ。またのお越しを。长得超奇怪的，而且还在跳那个奇怪的舞。我知道他是那个反那个用成员版一样，就是要用成员版不是这样吗？啊，他就这样。啊，连你也是。いらっしゃい。いい商品揃えてるよ。我只能我的钱只能购买一个圆滚滚糖果。毎度あり、またのお越しを。我的钱只能买一个圆滚滚糖果。算了，直接去组建，直接去组建。哎、欸、，What happened？ 哦、oh ，哎、欸，来看一下，快点！没有东西，请给我不行，空空的。五块钱，五块钱，超人是五块钱。我怎么没有玩沉默之丘三？哦 ，sorry， 那个体验版我先用一下。沉默之丘三会再用，会用，会用。沉默之丘三我们也可以玩的比较久一点啊，那个体验版它会是一个很短的。而且我稍微就是要调整一下，就是我魔物猎人会挪到五六日晚上啊，然后萨尔达圣剑传说三结束的萨尔达就移到那个二三四的下午。Sorry 啊，等一下，他还没趴掉，为什么他结束？闪避！啊！喂，他这个，他不让我打死他，我一直蹲血。按住 LB， 同时按下叉。以前怎么没有这样的教学？对啊，怎么没有这样的教学？因为体验版，所以先来体验一下，然后体验完之后，把那个《圣剑传说三》破关，然后再换那个《沉默之丘》。战斗教学，他说他战斗教学的确算需要，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以为 Y 就是那个斯拉蒂，原来 Y 是蓄力攻击啊，地图真棒。BY 飞攻击 BY， 还有阶段哦。感觉回到我玩那个一局，哎，有点像那个一局。是有没有补血？有没有补兵？
快点给我补血几下！夏玉帝欠打弟弟，熊孩子，就像上古卷轴一样，那熊孩子。毕竟改变不大的话，就没有重置的必要。不然的话，只会变成像是 HD 版。只能叫影子啊，如果它改变不大的话。哎呦，哎呦，哎呦！一口吞巧克力。为什么在一开始的地方要捡到一个回复300 HP 的家？到底是谁一开始血量会到那个300啊？哪一天沉默之丘有一次应该可以那个期待一下沉默之丘重置。啊，这个不就是像我那个吗？升等，然后点赞能力。最大的 HP， 最大的 MP。啊，现在已经变成说，原本是力量、灵敏，然后体力、精神、智慧、幸运，然后现在变 HP、MP、力量、防御、精神、智慧、幸运。这样的话一定要用那个啊，哎，他好像不是拿那个精灵，哎，他不是拿精灵，他变成说是那个点数就可以自动提高，那这样不错，哎，这样真的不错。这个变动真的不错，就不用说什么你还要等到拿精灵，然后你才可以那个学到技能，要不然有时候你要去弄一弄，发现说怎么学不到技能，因为你没拿套那个属性的精灵，然后等到后期你等级都上去了，你要再学到新技能很难。不过他四月多才出啊，现在买不能玩，市场太小。恶灵古堡49，沉默之丘配上恶灵古堡吗？啊！我觉得可以耶。魂曲、沉默之丘、生化危机两个一起联合合作好了，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可怕！我根本就到处晃来晃去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怪物 H， 等一下，你怎么听到的？我怎么没有听到？等一下，我要来听一下。怪物 H 有多 H？ 我能不能快速移动？不行。原本以为可以快速移动，像魔脸一样，神棍之丘很难吧？死魂曲你有手枪也没用。没子弹，拿不到子弹，然后怪物基本上你都要一直把它打个四五发才挂掉一个。沉默之丘配死魂，你那个拿武器也打不死怪物。好，我们继续下去找那个西斯。怪物有够 H， 沉默无双。可以那个啊，李阳进沉默之丘啊。
我觉得我一直用不到散打就可以把敌人搞定，超级散打，寻呼自娱。对，因为其实我也觉得西斯蛮有点帅气，有点可爱，难怪我的夏绿蒂会迷上他。 突然发现他好像撞，仔细看他的招式，他打一棒之后呢，然后他用屁股去撞，用屁股去撞他，我发现到这件事了，根本就是那个吧，魔法咪路咪路，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都用屁股去撞的。 我觉得过主线的时候呢，它道具就会重置，所以我一定要先拿。而且我另外希望说，到时候它可以延续这个存档。完上了。哈哈，迷路得痛。看来你们有人知道哦。 他好像也是用那个屁股撞。Who are you？ 誰も信じてくれないけど、俺は見たんだ。変な光が湖の上空を飛んでいるのを。きっと今夜も現れるか。像我记得超人版是刚刚那个 NPC 啊，就是你要跟他讲话，然后你才可以继续下去。 现在直接好像应该不需要他了，一堆坑精灵，哈哈哈哈，用那个屁股去撞人啊，什么屁拳啊，问号，我冲！话说我现在就已经快三了。 一拳根本就变不到，哦，太好了！我在打这两只，刚好搞定。啊！怎么那边又有了？又有妈咪！赞，我就是要这个伏笔。 反是个，总之是个不起眼的 NPC 啊，就不用在意，不用理他。雷暴，他不是说可以点 HP 跟最大的毒吗？哪里啊？根本就没有。 战斗中回复我发 HP 时增加5%， 一天全破。这体验版很快啊！啊，西斯在这里。他刚刚那个在前面的。前前前。なぜこんなところに？ ウェンデルの新刊だぞ。このまま返すわけにはいかんな。ウェンデル信仰の邪魔になる。なんだって。そうはさせん。忍者乱太郎。忍者玄常竟然都没有爆掉。
通搞破坏搞多少次？安安呐 ，Hello， 欢迎来收看。なんで使うあんたさんたち？痛い痛い、話すでち。シャルロット、やめろ。その子から手を離せ。うわあ！跟超人版一样。シャルロット、もう大丈夫だよ。でも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夏绿蒂会喜欢。人家夏绿蒂十五岁。ひそい、あのね、シャルロットね。あのね、あのね。何か来る。あ、来了。こ、怖いでち。ドレミ、夏绿蒂。我的，我完全忘掉了。我只记得一大很多那个搞破坏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忍者乱太郎。啊，西斯！ホーリーボールの使い手の割にあっけないな。原来长这样哦。しかしなかなか高レベルの術者のようだ。こいつは思わぬ広いものをしたわい。变这么帅！バカ！ヒースに何するでちか？假面道士知道吗？なんだこのチビは！引っ込んでろ！我的哆瑞咪真的以前很常看，现在都忘光光了。西斯被抓走了。总觉得。ヒース。超人版的吗？ヒース，我看见。我觉得那个超人版啊，那夏绿蒂啊，他比较暴躁。突如現れたビーストキングダムの獣人たちとヒースを連れ去った謎の男。シャルロットの周りで何かが音を立てて動き出した。说真的，我觉得他心智的年龄根本没有十岁，可能才八岁或九岁，那可能才七岁还八岁。嗯，游戏正式开始。哎呦呦，现在在找，然后那个米奇特被抓去询问啊，说那个夏绿蒂在哪里？我觉得《圣剑三》最很多人说最棒的地方是你选不同的角色，你会有不同的游戏路线。像是它开头就是夏绿蒂，那如果你选祭司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美咒那边。弹簧怪，咬牙齿的也弹簧怪，转圈圈的，转圈圈。我觉得他不要去当武士了吧？他去拿那个像个战国巴萨罗一样拿一个大锤子就好了。人家音乐也是就还是根本坑，是啊，够坑。应该说，到时候人气最低的会是夏绿蒂，好像原版夏绿蒂人气也最低，人气最高是丽丝，然后女魔法师兽人。然后之后是盗贼跟那个魔法，那个战士够硬会有盾牌，然后盗贼高手才有，然后夏绿蒂呢，大家都是新手推荐啊，新手推荐。啊，不过实际上呢，很好奇大家都没在用夏绿蒂，本子王对，根本就是。